观众朋友，唐诗里啊有这么一句，说东南风光月为最，月地风光善领先。这个善呢，就是指的浙江的嵊州。我们说不算大的嵊州，把一个民间小调的剧种升华为一个享誉九州的大剧种粤剧，所以说浙江嵊州呢也当之无愧的成了粤剧的故乡。那么想当年红火大江南北的粤剧十姐妹很多呀，都和这块土地有渊源。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浙江嵊州粤剧团的副团长、优秀的金派传人黄美菊。她是当代粤女的佼佼者，她是粤剧故乡嵊州第一朵梅花。她在戏院百家现场呈现的金派唱段颇具个人特色，又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格。她将告诉我们怎样的肺腑之言，又对粤剧有着什么样的特别期许？敬请关注《燕声访谈》戏院百家，金派传人黄美菊。美菊，我每次到嵊州啊，我印象都特别深。比如说咱们在后台，不管是打盒饭的师傅，还是这个舞蹈队的这些小学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都会哼唱粤剧。那么当你们走到台上演唱的时候，我也注意到观众几乎都是跟着你们一块儿来唱。嗯，所以我说全民粤剧，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粤乡的风采。但是我也一直有一个疑问，你说在一个人人都是内行的环境里唱粤剧，你觉得是幸福还是压力？或者说幸福是什么，压力是什么？我觉得都有。都有。因为嵊州是粤剧的发源地。嗯，可以说我们嵊州人有这么一句话嘛，嵊州人人人会唱粤剧。嗯，粤剧团团团都有嵊州人。对，所以我们在台上唱的时候，如果你哪些地方唱得不正确，他观众他可能会更懂一点。嗯，那么可能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相对来说在舞台上表演有一定的压力。嗯，那么幸福是什么呢？我觉得他有很深的群众基础。嗯，他们特别喜欢爱看粤剧。嗯，所以我们觉得在嵊州这块土地上，感觉到作为粤剧演员从事这个职业，感觉到挺幸福的。其实黄美菊呢唱的是金派，金派。嗯，也是嵊州的第一朵梅花。但是当初我听说你角逐梅花奖的时候，其实唱的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派。对。啊，当时唱的什么戏？我当时去争梅的是一出《蔡文姬》。蔡文姬。它是从那个评剧遗址改编过来的。应该说这个戏呢，它这个剧本，我觉得我很幸运。嗯，首先这个剧本非常的成熟。嗯，因为这个戏它是评剧演了，演到北京啊，到哪里演出去，它修改过好多次。嗯，那么这个编剧呢，他就根据专家提的一些建议，然后再进行修改。根据我们粤剧剧种的这个特点再进行修改，所以这个剧本改得非常的成熟。我看了这个剧本，我非常喜欢。它主要讲的是以情为主的，这个正是我们粤剧剧种比较擅长于表达的。我们粤剧以前排的都是才子佳人的这么一个题材。那这个戏呢，它主要就是讲蔡文姬在匈奴的那十二年的那么一段生活，主要就是展现的大漠的那种风格。嗯，非常的大气。嗯，所以我在跟作曲老师一起探讨，我觉得应该既是唱的是京派，但是吸收了其他流派的一些特点，因为根据人物的特定的环境。嗯，那蔡文姬这个人物哪些地方吸引你？你觉得？我觉得他的坎坷的命运，他经历了人生的几次大悲大喜。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吸引我。嗯，那么除了唱之外，还有些什么样的手段去塑造这个人物？吸收了一些话剧的一些元素。嗯，主要还是从人物的内心，因为这一出戏主要的展现的是感情的。以情为主的那么一段戏，譬如说我这最后一场回归汉的那一场戏，没有一句唱腔，就是一段音乐，然后完全就是靠演员的内心的这种节奏来把握的。当时排这一场戏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投入，的的确确我觉得在这个戏里面我付出了很多，包括我的那个团里的所有的配合我的一些演员，
在排戏的时候他们都被这一场戏感动了、不光我在排练的时候流下了泪水他们在看跟我一起排练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投入都流下了泪水很投入尽管是一个新戏新的人物我听得出来还是秉承着京派风格唱的对美菊我听说原来其实还学过王派对我最早的时候我是在温岭越剧团温岭在台州台州台州温岭、是唱的王派唱王派当时的时候我进去的一开始学唱王派呢因为老师觉得我还比较适合唱王派而且我也对自己不是非常的了解那么就觉得王派我也非常喜欢然后就学了王派后来到了嵊州越剧团以后才改成京派因为根据我的嗓音特点因为我觉得一个演员他不能要争一个流派但是也应该要学唱一些其他的流派我觉得对自己的唱腔会有很大的好处开始学的是王文娟老师的王派对后来学金彩凤老师的京派这个转变过程是自己想改变的还是突然有一天金彩凤老师发现了你觉得哎你适合唱京派应该是我自己想改变怎么说呢因为我在唱王派的同时我也唱其他的包括我现在原派也唱气派也唱那么我唱了京派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京派的唱腔的特点学唱了以后哎他们都觉得我很适合嗓音条件也非常适合更能发挥我的嗓子是我唱歌有这种感觉是哪一首歌适合自己一定是觉得自己唱得很舒服的那个类型对可能你唱京派自己觉得从嗓音到心里可能更舒服一些对后来到了嵊州越剧团以后呢就是上海越剧院的一个王培珍老师他给我排的第一个戏就是京派的戏他觉得我很适合唱京派然后从我的形象啊因为京派他擅长演出的都是大家闺秀的这么一个类型的然后他觉得我的特别是我的嗓音条件然后那个时候我京派学的应该说还不错这个时候还没有认识金彩凤老师还没有我是跟金老师应该说挺有缘的在温岭越剧团的时候我刚进团那个时候我们请了上海越剧院的一个老导演吴越导演到温岭越剧团来然后他就带了金彩凤老师来
到我们团里来做过艺术指导。但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我唱的是王柏，而且我还是个学员，对对对，也没演什么戏，只是跟金老师有那么一面之缘。但是我是非常崇拜他的。可能金老师呢，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学员，可能还没有引起他多大的注意。对对对对。那后来金老师怎么觉得？哎，这个黄梅剧不错，后来是他应该当我徒弟。后来是通过上海越剧院王培珍老师的引荐，然后我在宁波演出，然后把金老师请到宁波，然后他看了我的演出以后，他后来就正式拜他为师了。跟金老师学戏有多少年了？我是1996年正式拜师的，13年了。这么多年来，金老师给你的最多的或者印象最深的教义，你觉得是什么？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教育我，就是一个演员，你要经得起掌声，但是你也要经得起观众对你的指出的不足。这个对我，无论从我今后的，我觉得从我对我的今后的生活上来说，我觉得都很有帮助。朋友们，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来自浙江嵊州越剧团的副团长、优秀的京派传人黄美菊带给我们的《碧玉簪》的一个精彩的片段。
演了那么多戏了，不管是老师的老戏还是新编戏，最喜欢哪一出？应该说《碧玉簪》也是我京派的第一个戏，第一个戏、还有一个就是蔡文姬，我也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戏，一个是我第一个学京派的一个戏，还有一个是我新创的一个戏，应该说我倾注了心血最多的一个戏。平常演出大都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下乡？因为我们这个团呢，应该说是比较基层的一个越剧团，相对而言呢，我们70%的时间都是在农村演出比较多。其实我几次到嵊州，我能感受到嵊州的那样一种浓浓的越剧情感，并且嵊州市委市政府也确实是在把越剧当成嵊州的一个品牌，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符号来经营。那里有多少个民间剧团？大概一百多个，而且他们的所有的演职员工都是来自于民间，然后他们服务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我听那儿的领导告诉我，他们生活的还不错。对，应该是作为嵊州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阶层了，我觉得。对，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产业了。是的，对。并且那儿的老百姓。当然是因为喜欢才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些业余的演出团体，听说也有慢慢的因为唱得很好了变成专业的，也有这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阶层。对、有的时候其实作为你们专业的团体在嵊州不是很多，除了你们家还有吗？就你们一家。对，作为我们嵊州越剧团，的确是也承受的一定的压力，而且不仅要把它办好，对，而且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再说白了，你一定要比他们唱的好得多得多。为什么呢？因为100多家民间剧团，他们也是经常，他不用下乡，他们就在乡间，他们天天几乎天天在演出，你说你们也要去演出，你们应该拿出更高质量的、更规范的、更有专业团体素质的这样一个演出。是的啊，所以也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是的。我知道刚才美菊也说了，最早是在台州温岭，是作为人才引进到咱们嵊州来的。对，并且呢还是咱们嵊州第一届10大杰出青年。我觉得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嵊州，尽管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你看看第一届嵊州的10大杰出青年，又是嵊州的第一朵梅花，我很想问问美菊，其实这其中一定有很多艰辛，一定不像我说的那么光鲜。你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最需要把握的是什么？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碰到了好的领导，然后碰到了好的老师，然后有我们团里的这帮兄弟姐妹们，大家倾力合作，所以才使得我有取得今天的这么一些成绩啊。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是坚持一个原则，认认真真的演戏，真诚的对待身边的朋友。金派呢还有一出戏叫《盘夫索夫》。对，我听说美菊你把这个戏扩充成了8集的越剧的电视连续剧。和舞台版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舞台版本呢，它指的就是盘夫索夫，那么就是从盘夫开始到索夫结束。我改成那个8集电视连续剧以后呢，它是以严兰珍这个剧名叫严兰珍啊，剧名也改了，剧名也改了，所以它就是前面增加了很多，它跟甄蓉是怎么样相识的，到最后索夫，然后最后他们两个人怎么样远走他乡，就是前面后面加了很多的戏，那么使得这个戏更加完善了。他曾经不肯把真情讲，难怪他对我兰真人恩慈冰冰，没想起有王爷温暖的疼，对不住情不知，但转心静
美剧我知道，眼下呢你正参加了一个明星版本的越剧《梁祝》的巡演。嗯，今天录完节目呢，我听说马上还要赶到成都去演出。成都去演出，京派唱《梁祝》恐怕是第一次吧？对，京派还没有唱过。对，你跟老师说过吗？嗯，跟老师说过。老师怎么说？但是到上海演出，老师也来看过。老师看了，老师非常认可，非常认可。因为那我演的那一场戏呢，就是跟朱公远的毕嫁那一场戏，所以感情比较丰富。那次到上海去演出，专门请了金老师看，他还是比较喜欢这一场戏的。跟我们说说这个明星版的《梁祝》里，都有你哪些好姐妹、好同事啊？那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跟我们说说啊，来自福建的黎明、王君安，还有南京的陶琦，上海的赵志刚等等，很多很多，还有绍兴的吴凤花、陈飞，对对对，哎呀，这么多不同流派的明星荟萃的中青年正值艺术上成熟的这些演员在一起，这对于越剧爱好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儿。对，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其实跨越了流派，跨越了地域，打破了团体的一种组合，应该是一件很有勇气也很大胆，让演员来讲也很享受的事儿。跟这批像赵志刚老师他们比起来，我比他们要那个年轻一点，所以我觉得多看看他们的演出对我也非常有帮助。然后通过这样的演出，我觉得让更多的戏迷、更多的观众朋友来关注我们，来关注我们越剧。其实我们说这些年来，越剧这个剧种非常的突出，一直在排戏，一直在往前走，也搞了很多探索。所以美菊作为越剧故乡的年轻的领军人物，有没有想过接下来或者是未来的两三年、三五年完成自己一个新的愿望和设计，搞一个戏或者搞一个别的什么样的项目？肯定想过，肯定做过这样的梦。想啊，因为我也想有适合我的本子，因为自从那个蔡文姬以后，现在也没有好像更好的适合我的戏，一直在寻找适合我的剧本。那么今年我们主要是团里的打算呢，就是为我的搭档裘巧芳打造一台戏，因为她现在也是一个艺术比较成熟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应该有一出戏推一推。我觉得我呢今年可能更多的要帮她。除了帮自己的这个搭档同行之外，美菊现在还是嵊州越剧团的副团长，作为领导，作为一团的领导，当务之急觉得是什么？我觉得还是青年演员的培养吧，因为一个剧团它梯队的这种建设非常重要。现在呢，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因为出人出戏始终是一个剧团的重中之重的一个工作。那么我想可能在青年演员这方面，因为一个成熟的演员他不光有具备了很好的先天的这种条件，还有自己的努力，更重要的他要有一定的舞台的实践的这种锻炼，他才会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今天跟黄美菊聊，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我觉得美菊特别的简单和真诚。简单是因为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人成熟的标志不是变老，而是应该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年轻。我觉得美菊今天谈的也非常真诚，所以我也由衷的祝福黄美菊，也祝福嵊州作为越剧的龙脉能够继续的英才辈出，香火绵延。
黄金兰真对我是真心意，我岂能负他一片心意？心也大，是今是你家。
就是为你死了，也是功却死的鬼问缘难干。你们呢，今天是从宫到京天上圣祭，是爹亲成行满意的生Ah!
穷难忘忘，当日应邀佛祖去分外美，苦恼转世缘非客。酸甜苦辣糊涂清醒，